走走停停，身在沉沦的迷宫，反复着眼扑又冲。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，只剩下两手空空。也许多藏的难过忘了对我说，孤独贯穿了生活，人生像闹剧，卷入迷失漩涡，又困进沙漠，怎么逃脱？原来命运的捉弄，常常忘了对我说，谅解总偏爱挥霍，黑夜到白昼。决的选择换来落寞拉扯，这到底是对是错？得到又如何？谁懂得？这边的，这个也连在一起。嗯、怎么进啊？怎么进？怎么进？那很难。谢谢你。怎么进？我讨厌下雨。自从那个雨夜之后，我不但讨厌下雨。而且是害怕下雨了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就在那个雨夜，我被吓死了。最后一个环节 ，Goodbye kiss。下次吧，下次吧，我尽力了。怎么这么奇怪？哎，喂，丽姐 ，Vicky， 是我。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，我们正在120上。怎么弄的呀？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。你可以过来吗？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？我现在马上就到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好，走呀，去医院快点。不用，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。哎呀，你医院大，招牌亮，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，赶紧的。女生，你快点，咱们找谁呀？现在去哪儿啊？张医生，送进来了吗？送进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，出血量比较大。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，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，送手术室了。那是不是很严重呀？出血量比较大，不过应该没事。那病人现在在哪儿？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，您看到他了吗？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。是，放心，没事的。医生你好，我交完押金了。丽姐，哎，你来了。你好，这个单子给你。好，医生，谢谢。丽姐，那这里先交给我，你回家休息吧。孩子还在家呢。好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？等盛总做完手术，我给你打电话。
好，我走了，再见。聂胜，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陈总。您放心，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。护工请了已经。好，有事再联系。好，拜拜。手术都做完了，都挺好的啊。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，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。您刚做完手术，不能进食进水，再睡一会儿吧。盛总，你得好好谢谢维 K， 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，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。都是自己人，该帮忙的肯定要帮忙的呀。谢谢。不客气，盛总。怎么没跟聂医生一块来啊？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。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？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？哎，你要是忙，我们可以代劳的呀，啊，就是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不去看人家，人家来看你了。来了。哎，医生。孙总，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上礼经过小手术，很快复原的，不用担心。不担心。你是来看我？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。大家都懂，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，多成全你们两个。盛总，您这是成全我呀？哎，你们听听这像话吗？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，怎么到说完了之后，反倒是我欠您了呢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，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，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，
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。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。不辛苦，乐意效劳。哎，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，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。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，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。还一不小心，这事能一不小心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有意而为之，好朋友变好男友，好有心机哦。我觉得他们长不了。怎么？有什么内幕啊？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，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。哎，这倒是的啊。要是能结婚，谈不了多久就结了。这谈这么久还不结，干嘛？马拉松比赛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？别瞎讲。嗯嗯，你别送我们了，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，我们自己走就行。哦，好，好，你辛苦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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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排气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还没有。按说应该排气了。好，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。你稍等一下。嗯。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？是啊，是我的行政助理。你认识他？他是我病人家属。哦，他亲戚什么病啊？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。谭静有儿子？他结婚了？啊。哦，谭天医生，你可以跟我先走了。好，好休息。啊，医生，谢谢。没事。Daisy， 哎 ，Vicky， 啊，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的吧？嗯，啊，不少钱呢，回去想着报销吧。咱们开劳务费的票据就行了，给丽丽。好，嗯，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，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，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，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，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，他下周就离职。哦，好的，我回头马上撤回来。嗯，好，那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。嗯。盛总晕倒的时候，旁边还有别人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我们两个。啊，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？啊，其实当时不是很晚，大概七八点的样子。行，多亏有你，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。行，那先忙着吧，我走了啊。好，嗯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？第一，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，藏在你的本子里。第二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。回家那么晚。第三，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所以我就想着，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，然后再送给我自己。我想让你带着它的时候都想起我。谭静，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
什么时候能不想？不想让你走，真的不想让你走。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，一个是你的，一个是我的。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，他因为同事住院常来找你，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。主任，我这真是太好了。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，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。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，性格也好，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。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。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，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。那现在好了，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，那就要好好善待啊，好好珍惜，听到了没有？谢谢主任。喂，我走了啊。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。这块表你应该还给苏晴，现在是他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喝什么呀？这是啊，你给我给我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什么叫没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林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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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？啊！你别装睡。哎呦，太好喽！
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，太好了。热吧，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。有点烫，烫不烫？还好。来，小鼻子擦一擦。哎呦，好了，耳朵擦一擦哈。嗯，萍萍，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妈妈，还是快点洗脸吧。是不是又是你爸给你的呀？妈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，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。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，对身体都有害，听见没有啊？盛总，你醒了？醒了。这瓶输完了，还有一瓶。你渴不渴？我给你倒点水吧。不用不用，没事。先坐。啊。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？嗯。干嘛擦那么干净？啊，习惯了。这次卡跟我说，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，也是习惯吧？嗯。挺好的。我母亲也是这样，不是说小气啊，是爱惜东西，是好习惯。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？哦。人在医院，公司的事不用太操心，嗯。这个也不累。再说了，都是我分内该做的。对了，盛总，明天我就跟你请个假不过来了，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。你的孩子吗？啊。好的，陪孩子很重要。这几天你也挺累的，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，也趁早放松一下。嗯。男孩女孩啊？男孩，六岁了，叫平平。平平。嗯。那咱们就说好了啊，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、啊嗯、那明天准时到啊。嗯，好，拜拜拜拜。Vicky。 哎 Lizzy 回公司啊？哦，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。哦，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，我带你一段吧。好，谢谢啊。Lizzy，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，还帮我还给聂医生。哎呀，我今天心情真的是，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。嗯，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？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，很好找。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，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谭小姐啊，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？还住院，胃出血。就平时啊，工作挺累的。嗯。稍等啊，我取一下衣服。
肖曼玉，看牛肉。那这一种呢，应该是股市的。医生吃牛都……喂，胖头。聂医生，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！在群里喊你半天，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？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忘了回你了，怎么了？行，那怎么样？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？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，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，英俊不变。我跟你说，上三届下三届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。你别到处说，太夸张了。行，不管了，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，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。那我得去。哎，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现在谈恋爱，认真谈恋爱。继续带，继续带。刚才说到那个什么？喜欢吗？零，有点土吧。那我改回原安呢？那更土。我们去登记好不好？户口本在家。我陪你回去拿。我妈不同意。我会帮你想办法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玩吗？好玩。爽不爽？爽。再快点啊！嗯。爸爸。啊。妈妈真的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吃吧，这个可以要一把，一会儿让他称一下。好，先放下去，给我拿着。嗯。这个红椒。王姨，哟，英姐，你们买什么菜呀？我这都买好了，等我回去做就行了呀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谁做不一样，我做。对，你炒的好吃。哎，萍萍呢？萍萍不是接走了吗？被谁接走了呀？军哥呀，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。没有啊。哎呀，他又搞幺蛾子。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，看它在哪儿。嗯，来，跟我来，马步要扎稳，下盘不稳，气息不准。蹲马步有几个讲究：似靠非靠，似笑非笑，似看非看，似尿非尿。爸爸，嗯，你得了什么病啊？嗯，就是男人嘛，就是男人的一种病。爸爸，我想嘘嘘。忍着。震动声带，一、二、三。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。确实难喝了点，那天我也尝了，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，有没有什么别的？土败酱、百子仁、蒸猪肝，这还行啊。猪肝，那咱俩吃猪肝？嗯，行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。你们点菜呢？不是，这不是饭馆。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？
我是觉着吧，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，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，我，要不然。婷婷，妈妈，万一治好呢？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。轩哥，哎，我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当孩子面说什么？咔，胸腔就打开了呀？没有，他才多大？轩哥还是骗你的。看他，我没遮没拦的呀，说的不对。嗯，萍萍，你就说这地儿吧，你来我不管，你别拉着孩子一起。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你什么东西就往家里喝，让孩子喝呀？二十一头大蒜。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？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？有，他是二十一头大蒜。哪儿呢？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？配着红糖水。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，那能治什么病啊？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，还有人去医院吗？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？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，他本来身体就弱，心脏就不好，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，我跟你没完，我告诉你。不会，我就在这治，平时你治你的，你身体这么壮，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，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。走，回家，走，明明回家。那晚上我就不回去全吃了，这不还有吗？剩了，剩你尝尝。你妈吃了，剩了。来，徐飞姐，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，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。快走！没脱鞋，就跟家里一样。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。那这里面有长根。真的，今天就是。嗯。爸，妈，你怎么了？给你们送酒来了。哎，各位，对，给你们闪送酒来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谁让你跑出来了？啊，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。对，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，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，对不对，聂伯伯？对对对对，脸色好多了。聂伯吃哪个？这披萨，披萨，披萨。我的牛肉也很好吃，这个是我新发明的。啊，对。那个，我们换着吃一点。啊，对，注意啊，注意不能吃。聂伯伯吃。那个，帮我拿个手，拿个手。哎。Okay, 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谁做的？都你做的？都是我。赶紧交代一下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你看，你看，腼腆了，你看，你看。不是放了？放错了。擦好没？我这快起锅了。擦好了，擦好了。来，烫啊！好香啊！一定很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你太夸张了。不夸张，好好吃。你尝一口，小心烫，是不是好吃？好像有点咸。嗯，不咸不咸，刚刚好。等一下粥米饭更好，来啊！你太夸张了。Hi guys, Mark, Vicky. Hey, George. I'm sorry.
course. Okay. Please. Well, thanks, man. Hey, George. Yes. We'll have a party, have the exam. Next Monday, 5 p.m. Okay. At our apartment. Okay. See you. See you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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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, Mark. Yeah. Forgot to tell you, I have an exam tomorrow, so I'll be playing piano till midnight. Does it bother you? No. Well, I was lucky from music. Okay. Okay. Oh. Okay. See you. Bye. Just go back and play your piano.这样对吗？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我们这样对吗？挺好的啊。好吗？挺好的啊。你看，最近我们挺开心的，你也很开心，我也很轻松。就这几天，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，吃的有点腻。其他还好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，有点走神，下次吧。哎，下次会更好。你是被忘了什么事？什么？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，永远不要说对不起。笑可以，没问题。确定。没事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慢点，慢点开啊。行。哎。妈妈，你还生气吗？你说呢？哎，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，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，你都不打个招呼，那我们都找不到你，是不是着急啊？不是，爸爸是别人吗？爸爸不是别人，就算爸爸不是别人，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？你找不到妈妈，跟王姨说也行，对不对？下次不许这样了啊！还要擦擦头发。我们给林子姨买花，你来挑。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，这个，就是这里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，对不对？呀，恭喜！哎呀，瓶子，王叔叔好，哎，恭喜老板发财！哎呀，瓶子，谢谢瓶子，
要不要吃蛋糕？你怎么还买花啊？这么贵？平平挑的颜色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挑一个，喜欢哪个？等一下。零烘焙。我们这个店怎么样？真好。我心里一直想，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个这样小小的店，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，太幸福了。我还有件事跟你说啊。噔噔噔噔，转正了。什么时候领的呀？今天早上，你是第一个看到的。快拿着。你妈知道吗？昨晚跟她说的。她没弄啊？刘安安搞定了。可以呀、啊，再一个，中间再来一个。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，她就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怎么只亮灯不出声啊？是不是得充电呀、啊？不不，它有电，它是放的电池，我都放了。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。嗯。哎。对了，那个梁安安说他看到军哥了，在送外卖。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？他反正什么能干，他就都干干呗。我真的是服他了，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。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，他不是个坏人。我那时候生平病的时候难产，他一直陪着我。平平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，在医院里睡了七天的温箱，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。钱不够，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。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平平身上了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是，我也知道你都说过，但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是心太软了。没有，您对我真的挺好的啊。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？妈妈，这是我做的。梁叔叔说，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。就不会生气了。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？你做的哪个部分？我做的是草莓水果。小周周是你放的吗？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？底下是梁叔叔做的，对不对？他有电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妈妈尝一口。啊！什么呀？这吓一跳！谁弄的？哎，那哪？平平，你怎么了？平平。平平。平平，你怎么了？平平，怎么了？知道我。